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八六大侠投资日记。那很高兴你又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会跟你讲我是如何三个月就在 NFT 世界赚四百万，然后也会跟你讲在 NFT 绝对不要踩的坑。你踩这些坑啊，你就很容易被割韭菜。那就在今天的节目，那我们开始吧。 就跟大家分享这几个月啊，投资 NFT 的一些很重要的心得。首先，第一个坑哦，就是绝对不要去疯某情绪。像我踩的第一个坑就是杰伦熊，那时候我看很多的像是 Formal Dog 在报道，然后那时候也传出是跟红熊，然后后来又杰伦熊换了 IG，它疯狂的暴涨。然后在礼拜六那一天哦，我突然就觉得疯某情绪起来了。 我就花了七个以太哦买杰伦熊，那时候就整个被疯的情绪上头，然后后来你们也知道杰伦熊后来就开始跌嘛，那跌烂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 NFT 世界，我后来冷下心来，觉得应该不只是这样子，今年绝对还是 NFT 爆发的一年，所以我就去寻找到底什么 NFT 才是我们值得投资的。后来发现 NFT 这个东西毕竟是欧美人玩出来的，还是一定要去找欧美的最大的项目来投资。然后那时候我就看 Crypto Punk。 那个已经太高了，然后 B A Y C 也太高了，那时候都要差不多六七八十个以太币，七八百万，我实在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放在 N F T 里面，风险也高。那后来我就发现，哦，B A Y C 有出了一个它的类似于第二代，那就是 N A Y C 变异的猴子，可以看到就是这一只猴子哦，那这一只猴子呢？ 我是买在一月二十一号，然后花了十五点五的以太币，换算当时哦也差不多要一百五十万了，所以在当时也觉得哇非常的贵。但是呢，我想说这个就是世界级的蓝筹，非常的棒。然后加上它有 B A Y 系的加持，这种蓝筹交易量也高，也不怕说我后来会卖不出去，所以呢我就持有它。那持有它，它也是就是沉积了一段时间，但是突然间哦，它就宣布说它准备要发币了。 然后呢，价格就瞬间从十五啊，然后砰砰砰砰一路就很瞬间就到二十四。那这边我就要跟大家讲，第二个关键就是要买优质的蓝筹，在乏人问津的时候，因为假如说你听到消息在追的话，你就会追得比较高。像我记得我睡觉起来，这只猴子就马上从十六砰就飞到二十几了。 那你知道这个睡觉过程是非常短暂，可能就在这消息。那如果你是早上起来再看的话，你其实就赚不到什么钱。当然，长期来看现在还是赚的，但这样当下你的漏其实不多。那那时候你可能就去 f o r m a l 所以你的风险就会比较高。那假如说你是买到一般的优质蓝筹，买在法人未经营的时候，像我这只买实物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 NFT 的这种蓝筹并没有什么消息。我可以看我是买的很淡定，还可以选择交易量比较小的那时候来买。 然后呢，买进去之后，它就喷了。然后发币之后跌下来之后，它又继续喷，因为它现在就要发土地了，所以到前几天已经涨到四十二、四十三的。那算起来哦，加上它的发币哦，整整大概是获利了四百万台币，是很惊人。加上现在的 A P E B 两千颗送的，现在一颗价值接近二十美金啊，是非常的夸张。所以就跟我们讲第三件事，紧紧抱着蓝筹。 不要蓝筹跌一点点的时候你就卖，这也是我的经验。你知道我其实报这个 N A Y C 的时候，也不是一路顺风啊，在中间过程也经历了战争、通膨、加息。这个 N A Y C 的走势啊，也曾经到二4四之后又跌到十四，是让人觉得我怀疑我为什么我不在二4四的时候卖掉，我自己也会有这个怀疑。但是你要给自己的蓝筹足够的信仰。 你要想，它只是现在还没爆发，等到它爆发了就会给大家厉害哦。你可以看到，在那时候最低的时候冲上去到二十九，后来又跌跌回十五，然后到最近，你有,沒有看到发币二十，到现在已经四十几了，平均了。所以啊，NFT 蓝筹就是要耐心的等待，而且不要跌一点就卖，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你要去看它的版税。那我其实这边其实蛮推荐大家买 BAKC 的，就是。 B A Y C 发的狗就是这个 B A K C，因为它目前它大概还是会跟着猴子群的价格在走，然后呢，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可以让人接受的。目前这一只的地板价大概是十点五，差不多一百万台币。那它也会有很多的福利，尤其是配合猴子。那我们的。 Line Hero 也一起购买了这一只的狗狗，那将来它增值的话，我们是有福同享。那接下来我就讲第三个重点，就是最好去买 NFT 的时候，不要挑自己太喜欢的图片来买，因为往往那价格比较高。你可以挑地板来买，挑地板价来买的话，其实啊，长期来看赚钱的几率是比较好的，因为。 在市场行情很好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会去挑喜欢的图来买。但是你要想，其实不一定未来一定是牛市，也有可能会遇到熊市，会遇到亏损的时候。那那时候。 比较贵的图哦，就比较难卖，大家可能就会贱卖。那那时候你就算你当初是多花十趴二十趴的地板价来买，你未来在卖的时候不见得可以加到十趴二十趴，有可能甚至你只能卖地板。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直接挑地板那一只。就算地板那一只哦长得并不是你的菜，那我建议你可以再等一下，等到地板那一只是你的菜的时候你再买，或者是你就直接买地板那一只，而的只要价格起来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图越来越好看的样子了。 那我们就看目前的狗狗啊，你可以看到地板价的话是十一点八六，十一点八六。那这一只的如果要买的话，我就会挑这一只，而且买的时候我会挑在台湾时间的下午时段来买，因为这时候你就不用跟欧美人一起抢了。你跟欧美人一起抢的话，你有时候地板是抢不到的，你可能付了瓦斯费出去，结果狗还不是你的，很有可能。所以这就是第三个重点。那第四个重点呢，就是不要去买那种。 成交量太小的，假如说我们要去冲这种国外的，最好它的交易量是大于五千个以太币。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交易量是五千的以太币，大于的项目再去买。那我们这是用欧泰来看的。那假如说这项目如果连五千以太币都没有的话，那建议你不要碰。那你会发现其实五千以太币再碰的话，漏会比较多，才不会有流动性风险。因为买 NFT 啊，就像卖房子一样。你看到东部台湾的那些花莲的房子啊？ 它有时候是有价，但是无市。你有时候要卖的话是非常非常难卖的，要等到真的一个有心人来的话，那还需要一阵子呢。所以呢，最好就是挑交易量好的 NFT 来投资会比较好。再来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尽量去多买优质蓝筹。那在这个、啊、升息的时代、加息的时代、通膨、战争所有因素为比较危险的时代，我建议各位就是买蓝筹。 但是目前一支蓝筹，说实话还真的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。那目前呢，有一个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呢？最好的机会就是加入 Line Hero。那我们 Line Hero 是在干嘛？其实就是一起购买这些优质蓝筹。然后我们的 Line Hero 第二波也只发行到礼拜六，四月三十号结束。 晚上的时候就结束了，我们第二波市就结束。那第二波累积的，我们将会一起去购买这种优质蓝筹，然后增值同享，并且你加入的话，还有 AI 下单讯号、虚拟货币的一些比较安全的虚拟货币的那个讯号，所以你都对你的投资会有很大的帮助，还会可以去一直讨论美股，还有大侠喜爱的美股二十档都在这些赋能里面。那你买入狮子加入的话都有。那我建议各位啊，是买八十号以后的狮子。 为什么呢？那这种狮子呢？你买的话呢？这个资金才进到我们的国库里面，那我们才有办法来做一起的应用啊，一起的增值哦。那有人会疑问说，我们 Line Hero Open C 上怎么交易量比较小？那虽然很多人都是私下转以太给我，然后我在空头给他狮子哦。那你其实看我的交易记录有没有满满的都是狮子，满满的都是狮子。 其实、哦、我们的狮子已经消除了快要三十只哦，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了，所以要赶紧加入，要买要快哦！剩下狮子越来越少了，所以不要再问说怎么 OpenSea 上没有呢？那是因为大家都是用开票的方式转以太。OK，那你可以选择说你要直接私讯我，然后用转以太的方式，或者是。 直接在 Open C 上买都可以哦，所以只把握最后的几天机会哦、啊，只到四月三十号。那你错过第二波的话，那接下来你就只能买二级市场的。那假如说你还没有开设你的呃 Max 交易所，还有没有开设你的狐狸的话，那欢迎到我们的加入这个 d i s c o 这边有个 d i s c o 加入 d i s c o 之后，这边有个开票区哦、啊，跟我联络，那我会尽量的协助你。那也期待呢，你加入狮子一起。 有福同享，有肉一起吃哦。那我相信，以我这个项目是很认真经营的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哦。接下来我就希望你不会被割韭菜，有学到 NFT 投资一些秘籍。那我是拜六大侠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。